您还是介绍介绍自己吧，好不？啊，对，小宋啊，你跟导演好好说说自个儿，好好说说啊。那个，你就拿这儿啊当录制现场啊，啊，我们俩就是女嘉宾，你就随便展示啊，来，这几张来。没准备啊，太幽默了。我展示了哈，对面的女嘉宾你们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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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光有三位男嘉宾，不是你吧？你就把这边假设他们是女嘉宾，好不？好，放开。对面的三位女嘉宾，你们好。我呢，哥跟你们说啊，我是一名来自大山深处的有志青年。大叔，你青年？你听哥说啊，没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青年，现在不拱出来了吗？哎呀，你还是唠现在吧啊，唠现在。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一晃好多年了，我也有理想啊，我也有愿望，想干点啥事业。没想到走一走这一步，一步又一步烧锅炉了，你知道吗？行，那咱唠一唠你的苦难历程。烧锅炉，但是我也挺有才，我终于熬成了现在熬成一名管理2000多人的高级 UFO。那个大叔，在这个那个大叔，UFO 是飞碟。那我那玩意儿跟飞碟似的呀，就是大点儿，里面通红，一点就着，一掰大门，呲呲直冒气儿。这唠那个苦难历程啊，我有。对女嘉宾啊，苦难历程我也有。苦难的历程啊，得说这么回事儿。俺家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他妈就离我们而去。谁家孩子这么大点儿啊？我才多大啊？就离我而去，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呀！我要不是为了我儿子，我早都早了。我就怕找着后妈呀，给我儿子气受。你得说呀，我年轻时候曾遭疯了。就我年轻时候，我要遇到你梁女士哈，我都不瞅一眼都，太胖太宽呐。你看你，你得唠个正，你得唠正事儿啊，说你的那个事业，就是工作方面的业绩。对对对，就我这么忙的情况下呀，我还在一年之内啊，完成了36篇相声论文。对面的2号女嘉宾江女士啊，是你啥时候写相声论文来的？啊，对，哎呀，学术论文呐、啊，关于煤炭燃烧的学术论文。你呀，是看相声看多了，你那是。